陈洁仪联同李杏毅 Aga 宣布在7月首次同台举行演唱会。我觉得是兴奋多过紧张的，因为我觉得即系中意音乐嘅人走埋一齐去做音乐咧，系好开心、好幸福嘅一件事，所以我系100%嘅兴奋。同埋我觉得，因为我哋三个实在太唔同啦，唔同时代、唔同风格、唔同地区长大，咁就会有好多嘅chemistry 可以做咯。唔好话你兴奋，我都好兴奋啦，因为其实系好难得嘅。通常我哋三个，其实而家谂下，我哋三个唔同国家嚟嘅人，系啊 ，international 系啊。咁我觉得同埋年纪又争好远咯，同你哋。咁我觉得通常系唔会，人哋唔会咁配你嘅，所以我觉得呢个组合我自己非常嘅觉得好鬼正。啱啱先做完舞台剧的陈洁仪就话好开心听到刘松仁宣布舞台剧再添食，不过佢话呢次演出舞台剧在演绎和肢体上都有好大挑战。因为我是做一位仆人同埋村姑，咁后来仲变老太婆，咁其实好多时候我弯住条腰啦，到最后仲跪咗十几分钟，咁真系体能上系变咗我当系一个苦行嘅一个。苦行僧咁嘅一个体验，会住我觉得对心灵都几好。其实不过呢段期间，陈洁仪就多咗好多按摩师，好多人有帮我按摩。松哥系其中一位，松哥系特别叻咁，因为佢有气功噶嘛。但松哥好正，佢就边一个人受伤，边个人唔舒服，佢都会帮你即系舒缓，好正，好锡我哋噶。